走了，有你们这么糊弄大学生的吗？我可是我们学校新闻社的，居然还在衣服的破洞处粘上标签，简直就是欺诈中的欺诈！我会以前是12000000大学生的名义，联合抵制你们这家店。我现在就给他改，这是免费送给您的。叶同文姐好帅，红姐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无所不知。小陈早啊。 陈早，你接早啊！你们找不到汉子，就接受惩罚吧。请问一下，如今是什么朝代？中华人民共和国。我大宋王了吗？公子，等等我。身高、身材、声音、屁股，都是我的菜。 我就那么没有女人味吗？我是不是太缺乏雌性激素了？难道我的染色体是XXY？这些我真的是阴阳失调，根本不惜学习，满脑子都是恋爱。别人的成年都来了，我的呢？对。 昨天晚上我还做了一个色色的梦，真的对我的梦一点兴趣都没有吗？不要，真的好无口，三小兵。我拜托你别再说了，可是你不爱我了。像我这样，内在美、外在美、长相身材全有的人，为什么我还是单身狗？这世界很酷。